可以。那好，这也几周年了，到底是多大个灯泡啊？几周年来着？5周年。五周年。对，但小孩10岁了，算吧。50周年了，谁的孩子定下来了？老板好。好久不见啊。嗨，老板好，生意兴隆。你先说这是黄的还是绿的？这个黄的吧。这个算荧光绿。来吧，荧光绿有点可怕。你真远，说半天。初来乍到，你咋？初来乍到。啤酒应该给耗子倒一杯。快混不下去了，就冲这声。啤酒给耗子给倒一杯。他现在是现役球员。职业 ，professional。耗子不喝酒，状态起不来。今儿白的。多了解我，这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特别了解。酒量好的很。他问题是他这样，这点特别佩服啊，能喝又能跑。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他很自信的笑了，有备而来呗。没办法，在这场面上叫谁，对吧？尊称。对、我们大家关系都这情况，没法犯规。大家关系都这个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没法犯规，太难了，根本不尊重人。主要也好像一直也没有，也不尊重人。没有，主要是我，不是，还其实我还是挺尊重人的。主要是确实，我们几个都算一批的。你们俩同年是吧？同年，我也不知道浩子改过年龄没，反正我没改过。星星在，但星星在踢球还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尊称的，但是我怕犯规啊，也没带钱，没法买单。你们不问我点问题吗？不问了，你不是主角吗？你得问我这节目谁主持呀？没有我主持吗？没有主持啊。觉得南京怎么样？还行，要反客为主了。耗子算南京算是待了2年多，两年多比我待的长。我现在还属于是还在慢慢适应的阶段。但是你就是南方人呀，你可以适应这个气候呀。不是气候问题，它每个其实每个地区啊，它还有每个人的每个地区的性格啊，整个文化、啊、都不一样。对，你是没过过长江的。长江算怎么算？就是一直在南方球队。北方北方我是真没去过。对吧？对，四川，然后杭州。啊，杭州。广州。南京、广州，对，南方一带。现在你也是。说明我还不说明我还是不全面。我要能再去北方待一待啊，那就全面了。好多南方球员去北方待不了。现在那个西藏哪有队？西藏是南方呀，西藏算南方啊？南方呀。新疆呢？那是北方。它不算西方吗？西方西藏不算西方。我们这是一个地理节目的，以长江为例算的话，它是南方算南方，地理普及类。对。耗子也是，北方南方都待过，待的都是大俱乐部，成绩也好，这一点是我特别佩服他们。你的俱乐部也大呀？我俱乐部，但我成绩不是很好，每次保级处理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常年在处于保级状态。在绿城待几年？我在绿城待了5年，就我最帅气的时候都在绿城。啊，对对对，你是对自己现在有多不满？现在稍微差点。你是对现在有多不满啊？你是我去那会儿还踩绿城的时候，我还对自己挺满意的。那你是那时候你好啊，年轻啊，皮肤质量也好。主要皮肤看得这么认真，看得这么认真。他我们就是那时候关系特别，就是走得特别近了。以前我只能在电视上。那时候有头发吗？看看那时候有头发。哎，那时候有头发。我是生下来就没头发，怎么着？那时候有。你还回忆了一下是吗？那时候有，但那时候不是光头。那时候有吗？那时候有就没有但是了。四川你们那批还有谁啊？八三就我一个。我说实话，就我一个。为什么？我踢出来的。我在上海踢球，以前小时候，我是在上海呢，是被黎兵。他们当时回贵阳选人，把我们贵阳那帮踢球的就小孩在外面去这么选到
他帮全他肩负着帮全兴等于是发掘一些足球人才，是这样我被选到全兴。我去的时候是正好卡在中间嘛，你知道我们那帮那个年龄段很尴尬的，对，八一八二的跟八一八二的，对，嗯，然后就八五八六的，因为都是奥运会年龄，我们这批年龄，我一去当时你又没改年，本来叫我改年龄的，到八五八六的，嗯，但是就各种原因，八一八二的那个当时的教练，嗯，李晓峰。老四川的一些就是，然后他可能就希望我在他们队跟着，他觉得就是让他这个以小打大，哎，小打他觉得有以后未来会好一点。要是如果你改了年龄下去的话，你老是和同年龄或者比你还小的踢，你的进步啊，提高空间就不行。挺好，对以后发展挺好。所以说这个改年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对，改年龄就这点就特别不好，就对自己的水平提高这一块是不行。对，没错。以前我们在全兴队，你知道他们老队员比较多嘛，对吧？基本上我看我身边的球员，去了四川的，去了成都踢球的，最后都是要么离婚了，就是结了婚的外地的离婚，在那边重新找老婆的，要么就是在那找没有结婚单身的去找了成都老婆的，基本全是95%。你说的叫少不入川，但是就是像别的人说的叫好男不入川，对啊，一入川以后就容易妻离子散。我要是没结婚，我好想去四川。好好在北京待，现在我就在北京的房价多。那会儿你上一队的时候，好多老同志都在。我99年上一队的，你算多大？15岁多。99啊？15、6岁。那么早？踢早？没有，我上的早，我跟着一队练了一队练嘛，就是。对，但我2001年才正式代表球队出赛。差不多，因为那会儿不到16岁，不让踢那个。那会儿没这规定吗？有。为什么？太小了不让踢。我99年上，然后2000年本来米罗西要用我的，因为当初年初他当时觉得米罗西在队嘛，他觉得我可能太小了，身体素质太差，他就给教练说他还是先再回青年队待一会儿。然后待了5个月以后，年终6月份上来了，他就让我踢了，让我踢了，然后阵容都练了，最后年初俱乐部没给我报名。我大名单等于是我不具备比赛，最后我就跟着队又待了3个月，等2001年才开始踢。对，那星星这儿也是，我们基本都是同一时期踢，差不多，跨度就高了。你看我们的身边经历的队友最大的，我经历的最大的队友65年的。啊？多大？你多大的时候？就是我刚上一队的时候。谁呀？那时候贵州有个孟宪鹏，四川的。对不对？他65年，65年，比我爸都。然后我现在再跨下去，我们现在球队我最小的，就队友像算是队友是98年，差不多98年99年的，现在都30多少岁？30多岁，我看一下，估计还能等到2000年的队友上。星星没机会。80后，我能看他们的。但星星也是可，你能给人看一下。他过两天就带2000年的。你们队现在有小的吗？有啊，98、99的。对他们就乙级队应该很多，就现在98、99的可以上。98、99其实不小了，你看我们那个年代，17、18岁，对，能上一队的，就是感觉哎不错，也正常。而且是上了一队以后，马上就能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是什么情况上一队，就是这几个小孩能力不错，是能力具备在一队的。对，这样被一队调。他只是缺乏经验，缺乏这种成人比赛这种经验，但是你上的带。会带得很快，因为他能力在那儿呢。我觉得现在这些小孩儿主要他没有一个，不是说虚心，他没有一个好学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这你干的是这个踢球这件事儿，你就应该去钻研，把这件事干好。你现在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儿说岁数大的带他们带不动了、啊，就是他首先就没往这里边钻。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会去太用心的去改变也好，去那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年代，他每个人接触的，他们一个年代的人接触的东西、学习的东西、身边的环境不一样，对他们造成影响。你看我们小时候很谦虚，而且我们在球队形成什么，那很多东西很自觉的，对吧？你拿球，对，就是你作为一个小队员，你到了球队，你什么都得去干，愿意去干，那什么都愿意学，什么东西都尽量去谦虚低调。对，他们哎，现在可不是这样的。什么都不干。这个的话，其实不单单是球队，大环境也这样。大环境，我就说，有可能是现在中国这个环境，这种环境可能造成比较特立独行，比较有个性。对，原先会觉得说辈分这件事是无法逾越的，对，就是我在这个辈分里，我必须就得干这些事。对呀、啊。哪怕那时候上一队踢上球了以后，你该拿球也得拿球，一样的道理。那时候拿。对，相对来讲，就是有的队还会有这个。现在这帮年轻队员，命运可好了，对吧？训练环境好，生活环境好。收入高，对，老队员对他们还和善，对，我们这几个小时候被老队员，对，那个老队员在我们面前那真是，就球传给你是老队员传失误的，他骂你，他说你为什么跑位没跑对，
对吧？他我们现在这帮年轻人他们没有，那你怎么办？那能怎么说呢？我的我的我的就是啊，对啊，耗，你看耗子肯定经常有经验的，老被说的，我传过去了以后他没听好，这球传给我啊，我的我的我的啊，他下回不传的，没人看我你不传给我啊，我的我的我的，憋不憋屈啊？憋不憋屈？习惯了。你都不知道我在中超，我在甲 A 踢了三年主力，我的工资还在900，一个月啊？对呀，我上了一队三年了，工资900块钱，还行，我比你高点，他肯定高，那时候我在国青我去问过的，他不几千，哇，我说几千块钱工资太高了，是一个年代。我踢到02年，星爷，我踢到02年，你看我99年进一队了，我02年踢完我900块钱。那边不是有奖金吗？我们那时候就靠奖金，但是奖金还是跟老队员不一样。你年轻上去踢的，反正我们是在北京那会儿是老队员，比如说多一点，对，你要都踢全场，老队员拿100%的，没准你拿80%，合理。合理，作为我现在作为是老队员，我觉得合理。可惜现在没有这么合理，没有这么对呀、啊。人上去他们拿10000，我们就拿8000，就是同样踢。他的意思就是老队员他年龄大，他踢场球他特别辛苦，对吧？你年轻队员你这么年轻，说的特别对，我跟你说。主要是在怀旧，我们说点新的，说点他们90后都知道的。81的这批球员对于嘉欣来说都很陌生了。那你83的肯定认识，我们俩认识吧？认识认识。对，你认识啥？怎么不是我不认识你吗？后来才认识的。我之前怎么不认识呢？确实不认识。你别过了。但他们81这帮确实那时候粉丝特别多，女粉丝。女粉丝特别多。你呢？我应该也那阵就杜威多，也是少点。对，杜威说算，对，杜威说算，杜威全国都有他的粉丝。哎，那会儿粉丝最多的是谁啊？杜威啊，杜威，然后第二曲波，曲波肯定也多。他们俩最，他们还有点像，因为他们俩02年去了踢世界杯去了。他们俩和高导还长得有点像嘞，有点。完了，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说实话，这从心里面那种尊敬开始。你就别反省了。啊，王松在四川也是颜值啊，颜值担当。对、啊，也不算，就是长得还行，不丑。那时候就在国青那会儿，他刚进来一聊，我想起来了，国青那会儿必须都得剃那马蛋的头嘛。马蛋什么头？平头，就是板寸。对，圆寸，必须都得剃。耗子过去给我们坐那儿了，买了一个那个电推子，完了就咔哧有几厘米。我叫耗子，完稍微咔嚓，对，完了给我卡到3厘米行不行？我说给你卡4厘米，再给你多卡点，就是稍微还能打起来点那种。那其他人全贴着脑袋那个就是马蛋子似的，跟天天到那儿就第一件事先剪头，就所有人都新报道过，报道的球员全剃，就跟军训似的。对，这个估计是定的。他可能觉得就是剃了这种头，你的精神面貌，对吧？就是他们觉得一种精神面貌。想象不到你现在的发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我对短头发，我现在就必须长，还得卷。哎，你这自来卷还是烫？自来卷呀，我重发。我们一出去比赛，你知道吗？王哥，哎呦，你看这一对，这发型肯定有一个理发师绞出来了。我怎么都是你来的是吗？我一共剃过2次。国青队踢过一次，国家队踢过一次，国家队还踢了啊？国家队踢，国家队还踢了，也在。我就说肯定他主意嘛。这个什么发型啊？头发还蛮飘逸的。啊，对。我现在没有尊称啊。咱现在那谁老贾说好像也是，也让这帮就是。不是上次接受采访就说纹身啊什么等等。然后黄头发也不剪。但是他那个整个的文章看下来之后。其实那段没有那么突出，又给掐着，又就被断章取义。对呀、啊，我觉得也会这么刻意。现在不会那么刻意，每个教练都有他自己的理念。对，就是他按这方式没错，但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对，但是我那会儿可真是，你是强行要求，强行要求。我想起一事儿，拜金四少是不是你们？对呀、啊，就我们呀、啊，叫露露啊。什么四少？什么？这可以，这可以聊的。这可以聊。好江湖的名字。这可以聊的。那开玩笑，有故事的人。那会儿你还有谁来着？王云啊，王云，郭亮，耗子知道，你看耗子知道，我没对，还有华尔康、啊，那时候就是因为胡萝卜的，就你看，我们让耗子来给我平反是最恰当的。那有什么故事？首先，拜金四少普及一下这个词，我来普及，我到时候给你解释。耗子太尴尬。拜金四少怎么样？我们83年这批国青队去打亚少赛，之前打了一个亚洲比赛，打的成绩还不错，对，就是相当于是热身赛，也是8国联赛，打完。马上去亚洲赛打完就进行世青赛嘛，蛮好的机会。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那次比赛没打好，
没打好。最后呢，教练组呢就说我们四个是要回俱乐部去挣奖金，不想好好消极比赛，就变成白金了，就白金啊。当时有个也去了，就是说呢，就说他们几个给教练要钱要奖金，说没有奖金不出战。这你想，我当时才多大？十，我们当时2002年，我还你记得吗？我还在西亚过了生日。对对对。我过了生日最大愿，我说这希望我这次就国青队我们能打好出打好成绩，我觉得我们那次还不错。不错。除了后防稍微软一点。就是小强。有啊，对，有。但是小强是最硬朗的。对吧？确实是，确实。而且那年咱们到最后守门员也差点意思，守门员比赛之前倒飞发烧了。对，守门员差点意思。说实话，我就说我们防线稍微差一点。对，其实你看我们那批人还可以。前场真不差。韩鹏、张硕、杜文辉，那时候还有那个王科、王云、王科、王云国、王松、王后、耗子、王后、赵旭日。没有，赵旭日没有。怎么没有？赵旭日，赵旭小。你忘了，他小，他就我们那批的，你忘了吗？在西亚踢沙特，他说你看都跑不动，就是我赵旭日能跑，对的，那就是小，那就是带、就是、超龄进来，不是那个不是超龄那个，对，他就是那个85批进来的，那批反正我没认识。那赵旭长得比较成熟，没事。当时在一队拜金四少又是怎么个情况？最后我稍微大了一点，我懂了，拜金四少这四个人呢，是唯一当时在甲 A 踢主力的，对。如果你们都不踢比赛，哪有机会去拜金啊？就是你们四个赚的多，本来就是。对，我赚的少呀，王云赚的多呀。王云赚多，因为当时是中远。对，中远很吓人的，当时那一年他来的时候，王云那个时候都一年在对吧，在上海买了房了。对。他现在房多值钱。你像我们那时候四个小孩就18、19岁，背这么大个事，那个时候当时我跟你说，很多新闻都爆出来，那影响特别差。对。因为本来成绩打得不好。打得不好又出这么事儿，所以压力就全在你们那儿了。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四个，郭亮基本上后面和国志浩无缘，华尔康就没过几年就没踢了，对，不踢了。我们现在都有联系的，是啊，都有联系。然后王云也是在国志浩，好不容易经过自己努力到国志浩，还有个乌龙，对吧？我也是再也没去过，再也没去了。但王云也是有能力的，也是踢球，也是就是。星星这种风格，对，就是比较妖啊，踢球比较动脑。我算是命运还不是那么坎坷。你在这几个里怎么样？还多次在国字号混。王东还好一点，那时候众矢之的就是王云。啊，对，因为他赚的最多。因为他赚的最多。其实根本就没这事。最后，浩子那届我们那届队长啊，他其实最清楚。小时候那不知道，他后面知道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对你最大的困扰是啥？就是这个名字。困扰就是你想一下，在国字号。国家这种荣誉面前，对你背负一个，你是想背多了。你说哪怕你是发挥不好也好，怎么样？你说你是因为想要钱、想要奖金去参，不想参加这个比赛，消极比赛，那这个是很大的负面影响。对，那个时候因为是我们每个俱乐部啊，对每个球员都有所了解。对，我900块钱一个月，他说人家回来干什么？人家肯定想在国青队踢，而且踢不了多长时间，太委屈了。肯定。其实就是什么呀？可能不了解的人就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其实。有时候他们要回各自俱乐部，这些老队员都调侃他们，因为我怎么着还要奖金了，就是还调侃。其实知道不是，肯定基本上就全是不是。其实那会儿还好，就甭管是国内闹多大，这媒体这个传输那会儿还是有限的，对，就是没有那么大。那时候没有那么发达。如果换到现在的网络，换到现在的网络，那个时候 mass。我跟你说，现在有可能会好一点。现在有网络，你有个来回的机会。就是你能发声的机会，你有一个发声的机会。对，在那个年代你没法发声。对呀、啊，所以说经历嘛，算是一种经历，对吧？现在他们这些小孩就没有我们那种经历，没有说被迫发生不了这种状态，是蛮好的，锻炼人啊。这教练谁呀？那会儿，哎呀，还不止这一次，还有第二次对我。哦，成都谢菲联又来一遍，又白金了，还又来一遍呀？这回是真白金了，又来一遍。那会儿成家了，那会儿。当时那几年不是黎斌在当教练吗？很多人是这样的，你知道中国这环境，对，他们说，哎，王松现在当队长不就靠黎斌吗？哎，王松现在踢主力不就靠黎斌吗？对，啊，这王松踢这么差，黎斌还不把他换下去？对，等于我觉得在无形当中，黎斌可能承受了很多压力，我也承受了很多不公。对，因为总觉得好像是，因为小时候我是黎斌带入成都的嘛。对对对对，是这么关系。
就可能很多东西连带东西就把带上了，这对他也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对吧？就有些事你的努力，就人家看不见。那现在你可以成，现在你可以告诉说，对呀、啊，是这样，这有什么错、啊？这现在都可以说了，这事是没错的。对啊，这事是没有错。但就是可能就是当时那对不一样，主教练和对对对，我又是队长，然后他也是主教，他就可能互相都承受。我还好吧，我因为我不太我这些信息屏蔽的比较多，可能教练也会承受到各方面压力，从俱乐部的呀，从队员，对，从你来讲，其实你是在为他考虑，你是在为教练考虑，你知道吗？因为毕竟的压力会很大的，会。所以说我一直在训练很努力，然后比赛很努力，就是为了就是人家能少说点闲话。对，这很正常。对，我觉得这很正常，一直带着我，那他愿意，我愿意为他去努力一些，这没有无可厚非的。其实这个耗子这个发言权比我更权威，差不多。其实耗子这个，如果这样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话，那从古至今就不该有师徒关系。对呀、啊，你在你的行业里边，你也有师傅、啊，你也会很感恩的，啊、很正常。我觉得这些东西。彻底离开四川以后呢，就是自己一个出去闯，那就对有感觉不一样。那其实对自己就可能也一个，就是你后面别人对你的认可度呢，可能就会更高。就我觉得在我们职业学员都知道，我们更希望别人可能这种认可度更高一些，就是啊，汪松是有能力在每个队都能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蛮好。没错，他得一直保持在顶级联赛里。对，一定得保持在顶级联赛中，一种是心态，特别像我们现在慢慢的、渐渐的变成老队员。对，渐渐的变成老队员。你就是老队员了。我觉得我还年轻啊，34了。数字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训练，你比年轻队员能练，比赛比他们能跑就行了。就像打高尔夫一样，你不是不停的要去挥杆吗？才能保持那个稳定性。对，我的技术没有星星好啊，但我都觉得我要长时间不碰球或者碰球碰的少，我的感觉会差。这回被选掉了，会选啊，他们经常打。对，川足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是吧？咱缓解一下，先玩个游戏吧。我先问一下佳琪，五只蛤蟆几条腿？好，就这个吧。二十。我们这样一个人说的时候，比如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接。指谁接谁？指谁接谁？好，顺着接五个人。我先数学，我这么，这个算到200也没问题啊。我们四个肯定算200没问题。精彩，算到200。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三只青蛙，三张嘴，六只眼睛，十二条腿。他到底想我差点二人？有。一只青蛙，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好紧啊！你这个速度，你到二都算不上。不是，我是算错了，还是我速度慢了？速度慢，节奏不对啊！不知道你算错了还是算对了，是吧？节奏太慢了。对，这个肯定是需要。那我不能服，我要喝。喝半杯。服了以后就喝全喝啊！对啊。我能插播一个节目，请给大家朗诵一下九九乘法表好吗？什么七的内容？一七得七，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六七四十六。来来，我们俩来玩个游戏。变成一对一了。九九乘法表啊，说的喝、啊。九九乘法表呀，六三十八，八四二十四，九六。是吧？九六这还能再继续下去呢？四八多少？四八多少？王叔刚才说多少？就错了。啊，你还接着还喊呢、啊？哎呦我的！没办法，这个你要查不出来，我能查就行。你俩一块儿干吧。哎呦我的妈！你错了，你别。只有我们。我以为主动挑衅九九乘法表该多气。我觉得他能四八二十四。算这个没有用。这只是个游戏，对，千万别当真。对，十以内，咱们会十以内加减法就足够了。对的，现在手机都十以内加减法。对的，一看你就是读国剧学校出来的。我们游戏是不是继续？行，老板。咱不继续还想玩？是吧？还想玩？咱那个中场呢，还有一个正文反答的环节。正文反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特别认真的，你说正文反答之后，
王松特别失望的。嗯，没有啊。作为八三一代的两位代表人物，你觉得你和杨浩谁帅？浩子帅啊。我帅。这个我就是反答了呗。对，我认同，没问题。老婆跟儿子更爱谁？都不爱。废话，都不带反应的，马上就能答出来。对啊。自己现在是不是苏宁当之无愧的大哥大？是。在中国职业联赛当中呢，你连续16个赛季都有进球，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完美？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足球赛场上，我还没有拿过冠军，这对我来说是很遗憾。这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都是很遗憾的事。荣誉上连续16个赛季都有进球，那也相当可以。其实准备了一段数字，嗯，给你看看，还出场数字啊？甲 A 中超百场俱乐部，我给你读。第一是谁？第一是寻龙啊，415。对啊，张耀坤401。第二张耀坤，第三赵俊哲啊，第四周琦，371。第五汪松，大声的说出他的名字。366，汪松。第六是王。第六。你看这个，当时拜金十少有两少还能再少，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多么的顽强。然后杨志第七，第八朝阳，第九于涛，哇，第十是我们。我天，就你看，这个穿着号是十号，这也得是十号。对啊，临时有人。你有机会能超周挺啊？谁呀、啊？对我的要求太低了吧？周挺回来之前，对吧？我本来的目标是超第一的。现在差多少场？差50场，49。对，我踢不了职业联赛冠军，我还不能拼一个出场冠军啊！出场数冠军，真是好胜。做运动员还是要好胜心，有一点好胜心，有点好，就会让自己会不停的充满动力。还有2年在中甲嘞，2006、2007年在中甲。好，那你应该最近每年都得28场以上。对啊，就基本上是保持比较平均的一个出场率。可以。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太容易，因为要是没有什么伤病的话呢，说明我踢球胆小呀。对，状态比较稳定。排名第10的王欣欣如此说道，状态比较稳定。对啊，还就是比较稳定，就比较运气也比较好。我就说算10年左右在顶级联赛，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确实不容易的。对对，踢上300场以上，对，是不是很特别容易？你一年就30场比赛啊，你得保证踢完，保证踢完，踢10年才300场。对对，你的状态得保持10年。对。他们确实是够狠的，还大坤杨志也是你一批的。对啊，杨志当时在我们那批还没有进手上呢，是吧？还没有手上。他是等于杨志这么多年中超是在国安打出来的，一直就是杨志。对，这么多年还挺多年了。对，05年去了以后就开始打主力，一直都除了伤病。一个外地球员在北京待这么多年，人现在杨志是北京人。就我们先不说他的户口，不是对吧？先说他的房。不要说房，说到房心里特别痛。杭州还好啊。杭州我去的时候，杭家那时候杭州的房价已经在往上涨了。就是我其实可以买房买到低价的时候，我买的是成都和贵阳的。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钱也够在北京上海买，没问题，没机会。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个意思去北京上海买到房？干啥不被骂死？我一北京人都不知道买房，甭说你了。看看李进，怎么有房？是，他圈子不一样，就哎，圈子很重要。他当时经常会在北京圈子啊，各方面，那他肯定会涉及面就广。而且他周围的这些人可能对人家有投资眼光，就说哎，你有钱就可以买房。我们今天是房产的节目是吧？真是没想到，只能说我们祖国太强大了，祖国太强大，经济发展飞速啊，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努力，努力再努力，挣钱啊。这么强大，我们一定要把中国足球也一定要努力上去，对不对？中国足球，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我们这批人虽然我们现在是老队员，但我跟你说，未来我们一定是中国足球这个上升的很重要的一批。为什么？因为我们懂球，我们踢球，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年代的一些很多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好的，对足球是好的，对吧？你总俱乐部的管理，哎，太就是因为我们对青少年，有可能专项的东西我们不是很懂，比如带训练我们不一定会懂，但我们知道怎么去管理，用什么人来，对，
我们这看刚才房产类节目一过了，现在找工作。我觉得踢球踢得好的脑子都不会差的。比如说，你别互相指来指去。行行，真是你看，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特别，我看了一下，就很适合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俱乐部的管理，还包括和球员的一些，你比如说如何去把球员和俱乐部这个中间桥梁搭建得好。公共关系科，球员真是每个条路都不一样，你说不定现在就很多像我们现在球队苏宁，他可能现在就做了一种企业文化，就是希望就是球员有些比如说对球队有就是有功勋的啊，或者现在好像很重视这块。对，长期要是你留在球队以后，未来要不踢球，他会给你适当的一些工作，适当的适合自己角色。对对对，转化。陆博飞也留了，对吧？对，他教练这一块嘛，就他这一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企业文化，就是我。一定要让你感觉有归属感，就是你哪怕不踢球了，苏宁这么大企业，我不能给你安排个事情做，对不对？不能感觉好像就一到了就卷铺盖走了，你走了，你让球员，你看，星星在天津，对对对，办了个退役仪式嘛，这种算是开始，就说明就是因为你在球队，你给就奉献这么多年，你的价值各方面全都奉献给球队了，对，你自身也和你自身有关系，有能力，有人品。你也得符合整个这个俱乐部的文化，你也不能说是就是说全方位的，是每个人对都得看，就得整体去考虑。最重要就是人品和能力这两块是很重要的。对，八三这批真是来了不少了，上节目，小花、高桥，反正要能提出来，反正在夹缝年龄能提出来的就是特别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得是相当顶尖的。因为真的不受重视，就是不受重视。我们穿的那时候记得发装备什么都旧的，捡他们的手。对。或者捡国家队胜，我的衣服应该是星星的。我的衣服应该是张怡宁的。你们国庆那批教练是哪几个的？陈祥福、陈金刚、汤峰宇。不说了，我本来想叫他弄尊称的，他太就心里面太没教练。录到现在25期了，老油条了。陈什么这个，沈什么这个，我怕说完之后大家万一不认识了。对呀、啊，汤峰宇，我不把全名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认识了一个，你们那个谁？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踢卡尺。其实他以前也是国家队的悍将，很厉害。他这个训练还是不错的，4:50方块的，27秒，27秒，巨快，就是200米，全得冲刺，咬牙没辙。而且你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下吗？40米还是50？40米。反正不是40就50。40米，27秒。完后，你有转弯啊？你这个速度有转弯对。巨难，你每次都是全速的冲刺。当时一种什么情况？是一种在西亚都热得不行了。他知道我们团，就是热得不行了。然后还有3-4天比赛的时候说要上量，完了我们刚从别的那个打，我们才从那个八国联赛，你看八国赛打了4场比赛，打得很累。按照你正常，现在你知道去科学打完以后就是几天，马上进入亚青赛，进入一个调整期，大家开心愉快。就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游泳都被教练说了，对，我们去游泳。我们浪费体能，说浪费体力，我们去游个泳，我和王云，王云带着我去游泳，带着我去游泳啊！然后我们游完泳，其实就是放松一下，因为王云可能他接受的那是外国教练，我们在一队嘛，就知道游泳其实对放松肌肉还是蛮好的，游一会儿，就说我们当时浪费体能，说不安，就只能在屋里待着，只能在屋里待着，待着才是歇着。那个比赛打完了上量，你知道西亚那么热，我们跑方块跑，那你知道吗？后面来哇，找我们几个太厉害了，说放松来房间里聊天。哎，你们怎么还要小姐比赛？怎么要钱呢？我没有呀，怎么要钱？我们怎么可能要钱呢？你们几个是不是经常带钱？是啊，这就叫做拉帮结派，知道吗？啊，你场上是不是跑不动？啊，太热了，练得又太狠了，跑不动啊，跑不动就叫做消极比赛，写出来我。你们每个人写份这个检查，对，一人写要写东西啊。那会儿我后面我们4个人一人写了份检查以后，我在房间越想越不对，这不是醉几招吗？我后面说我去自己就去房间，我就说哎，小强，我还有一些问题我反省的比较深刻，我需要再写更详细的。哎呦，你小子觉悟好啊。这个好，可以去写吧，写过来。我是不是说我要把刚才那一份我拿过来要总结归总一下，我写个更好。好，你赶紧给我拿过来写，回去撕了丢马桶里面。王云说干啥呀？我说这就是罪状，我说我不能被他们，我本来没事，你写了以后就是证明。后面不是回香河，对，开会我们俱乐部说呀，你怎么他们就说怎么
就是最后说，对，也不是说他们承认，你怎么没？对，我肯定，我后面我说我把那个东西都拿回来了，我肯定没承认。嗯、最后他们承认的只是自己违纪，有游泳啊、嗯，游泳这些我们都写了，你知道吗？王玉涵在车上把矿泉水瓶捏响也是违纪，也说他输球以后没有羞耻心。都经历过这个，都经历过的，他们我们那批就我们这批队，其实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的类似的一些事件。对。但都很正常，对我们来说，但是对我们现在成长是起到很至关重要的帮助的。后来就有一种，就有一种共识的心里面，就是说你要能干，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干，千万别找俩，俩不如一个人管用。不是俩，就是拉帮结拉帮结派了，拉帮结派，不能上升到这个角度，要不然我跟你急眼是咱俩个人有问题，但你要两个一起去跟他打，现在就是不对了，现在的足球环境好多了，就完全没有这些方面了，对吧？进步了。现在就是我们祖国强大了，知道吗？祖国强大了，这个各方面都在进步。但还好，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能感受到。有好多看球不太多的球迷了，觉得说这个中国足球怎么样，但是这二十年再往前我也看不见，这二十年真的变化很大，嗯，真的很大，已经往好了变了很多，嗯。它有冲击啊，它老的东西已经很根深蒂固，很多东西也有冲击，新的东西进来一冲击得需要点时间，一点点卡一下再走一走，再卡一下再走，对，再等等，觉得会好。另外就是其实原来的故事有意义就在这儿，就是没有空中楼阁，它都是这么一件事一件事堆起来才发展到现在的。对，你再往回看当时你经历的那段事儿，现在是完全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哪有？那现在会不会感觉特无聊了？我觉得现在我说句心里话，现在会感觉说是更职业，但是我觉得更苍白，情感的东西少一些，少都在想如何挣钱。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件好事。对，就这好坏我们肯定是好事，就是但是在因为这个是职业嘛，对吧？踢球本来职业就挣钱。对。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和我们那个年代少一点，就是情感上情感上东西少了一点。对，你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是什么、嗯、现在越来越包容了，允许在同样的一个团体里每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嗯，你现在再去找几个情感跟你同样浓郁的人在一起、嗯、就不是结党营私了，而是你们这几个人可以保持原来带着一些小小江湖戏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但你同时能允许另外一群人是按照现在的职业的方向去走，现在可以叫志同道合了都。对，你们现在确实是很职业。你看我们那时候最，可能十年前、七八年前、五六年前，我们只要大家到客场啊，必须要出去聚一聚啊，就比完赛肯定是聚一聚。说实话，聚一聚，喝点小酒，对对对对，这真是很普遍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对，不是说感情不好，现在大家更职业了。对，其实可能现在比完赛以后，顶多大家出来坐坐。喝就是说不喝酒，然后大家吃个饭聊会儿天，但是其实大家从心里边就是因为对这份感情还有一份就算是挂念吧，所以别激动，不是要哭了。浩子是不是做节目还没哭过？他轻易不哭。嗯，真的，你踢球的阶段说你走到哪儿、嗯、对吧？你说实话，不管真朋友好假朋友好，对，前呼后应的随便你，但你真正要落入不踢球的状态以后，你没有这份对光芒四射的职业了，那个时候你再看朋友的意义就不一样，价值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对，我这深有感触。确实，就下来之后啊，到现在、嗯、真是原先可能有一件事儿来了之后，可能就哎呦好几个人会帮你解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现在可能就是尽可能的希望你别给别人。你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有没有被人拉黑。我最近发现经常有人给我发什么清僵尸那个僵尸粉的什么的。朋友圈最早哈，就像这些手机上，最早是一种很覆盖性很大，谁都在加朋友圈。但确实现在你不觉得大家都很理智了吗？就是没有什么交际的，没什么情感基础的，全都删掉了。对，因为没必要，那个是私密的空间，为什么要弄得像个公众平台一样？对，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了。对，啊，我能选择我的这个朋友，我的圈子吗？为什么叫朋友圈嘛，对吧？嗯，所以也是整个环境越来越包容，都环境是社会都在进步，会包容，对吧？祖国太强大了。就是运动员、球员应该是最能直观的感受到这种荣誉感，就是国家荣誉感的吧？还好。中国水平相对差一点，还国际赛场上还老赢不了球。想表达不容易。耗子多，耗子耗子多少场？没多少，多少场？三十多场了、啊。
那国家队后面还挺感谢高洪波的，高洪波让我进去慢慢就融入到这个集队，对，融入了，然后你的特点，你那时候蛮开心的哈，这个团队。就是大家你可以游泳了啊，对，可以游泳，可以大家乱开玩笑了，对，对吧？你也可以矿泉水瓶子吧，你也可以，你正常你和这几个队员你想坐在一起聊天就聊天，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那时候不是说在外面坐在后边就。坐在后大巴后边聊嘛，就是对呀，吵到前面，就是。但我的遗憾就是我没和星星在国家队一起待过，我们俩一起待过吗？没有，我就去过那么两次，是不是？就很遗憾，我们在国家队没有同场竞技。主要是王鑫的问题。对对对，我道歉，今天就是在节目里我道歉了。但他没有，其实我觉得王鑫是什么呀？他是完全能力很强的一个球员，对吧？国家队确实去的太少了，国家队的层面啊不一样，对，不一样，国家队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属性会更高一些，你的思想觉悟不够，不是得更坚强，得是这些他不够坚强，不符合他的审美，那种更坚强，不符合他的审美，对，不是，他是蝴蝶剑客，对对对，他挺，我说实话，蝴蝶剑客，我说实话，为什么我给你总，我总结，所以邓卓翔也没去多长时间，哎呀，都不是我。哎，这是摆盘摆的最好看的一回，对吧？你再给我点酱油和醋，我给你调个特别好吃的佐料出来。根据咱们的游戏规则呢，对吧？输了的人呢，喝下这杯特饮，这个是底料，另外有五个调料，自己加点无所谓。你还要香菜，还要葱花吗？这个特别恶心。这个油喝上去怎么喝啊？好喝的还给你喝，好喝的。我能不能对这个节目拂袖而去啊？我给你们加点甜味儿。这个少一点，这个还喝一些喝啊、哎、对，这个少点啊，这个太那这个不是你这个薅怎么还能薅的呢？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是个正直的人。哦，小店呢马上也打烊了啊，感谢各位过来，然后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喊出中超吐口秀的口号。原来那个就是喊加油，场上鼓励的时候，他正委那个姿态，对，耗子还是可以，他能跑啊，体能好、啊。我们累的时候都说不出话了，还能加油，给大家拼一下，强呀！新版本来了，对呀、啊，新版本走走走走，哎，上，加油，顶住，没那么尖，我的那是公母，他叫我。那我们最后来，哎，加个油。中超脱口秀，加油！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别推！一共是188。他们知道有一百来怎么喝的？哎，对。哎 ，OK。哎，得嘞，好，谢谢您。来来来来来，送您一个这个。谢谢。啊，这个我儿子喜欢。这不就刚好吗？今天带回去。